说。我想到了，我想到一个办法。想到什么办法？就是跟乖乖一起塞车啊。那么你都不要让人家第一个，你都没问人家就冷你了。小叔想去找朋友，看我玩好吗？小白兔看是小猪，就说：“别再转了，等一下你。”我有一张纸了，洗干净了，我再和你玩。小猪愿意洗澡，只好走开了。他又碰到一只小白鹅，小白鹅真的。第一个又没有什么任何东西。小猪高兴地说：“都是都没有。”第二，看我玩好吗？第二也没有。小白鹅说：“都没有。”快去洗干净了，我再和你玩。小白鹅又说：“你知道有人逮你，走，我带你到河边去洗个澡吧。”小猪跟着小白鹅来到小河里，用清水洗呀洗，洗得干干净净。小白鹅高兴地说：“哈哈，小猪变干净了，我们一起玩吧。”我直接跳，天黑